在台中住了这么多年去了，今天是第一次准备要做 BRT。没事，我们这。我站这里 OK 吗？站这里 OK 吗？可以啊，等下看等下怎么样啊？好好，我会拍一下影片，很壮观这里。你上去我可能要重开一下。是啊，那你要跟着。要不要跟他们讲？哦，下车要扫一下是不是？要啊，要不然下车也。哦，对对对。距离 tabs。还有这边也没有。好，等一下。Okay 啊、等一下下。哦。到了，新的火车站，哇，好漂亮这个人，很壮观。I'm gonna ask. All right. 笑了，你就记一下怎么走，等一下打电话给妈妈啊。快走吧，早这个几点？44分自强号。10:30有一趟车。那他说自强号比较缓。反正我就错过去了。OK， 没有啊，阿纯叫我们坐44分的、啊。我们在机器呢。在那边吗？啊，很远。
是一样的，情人。排队，你不用去抢。座号啊，你看那九车厢，九车厢放 number 啊。去玩 this 让旅客下车，谢谢。九号是哪一个？这个。这个啊，好，谢谢。OK， go。45，你在这里啊？哦，怎么都不在一起的？哦，你是多少 ？44，你是多少小？你们俩在一起吗 ？29。Right there. I'm 29. Yeah, here. Nina? Oh, you can sit there. Nina? You sit there. Nina? But someone might sit here. Okay. Who sits here? Yeah. But is this somebody else?
哎，你要把票插在那个，不要让人看不起 ，OK？不要任何的，知道吗？Good to see you. 哇，小雨这么大了。Hello， 我你好，你好。公车啊，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是开车来的。还没到时，红灯。见到美女了，哇，真的美了，是这样子，好，小雨，好，先见面了。好。对，就是还。要让我身上的气效。学生身是水。哦。fan 把 fan turn on。先再几个过去吗？我有。哎，对对对对对对，光明直接。真的啊，它是我们冰箱啊。是这个吗？不是。哦，是在彰化，哦不是，是在沙鹿，对不对？是。是，对。都挺难的，当然，怎么会从这个身体里发出？你说这个是不是吗？对，我以前没见过。我告诉你哟，这个时钟是我的阿嬷，哎，我的奶奶，对，她在，是吗？我怎么没出狱？有心，就是有爬山。来，谁先坐？老贝，你要先上去吗？来呀、啊，然后下一趟、啊。哎呦，来来来，你们先上，来来，先上车 ，OK。来，你们先过去，先过去，要过过过来。坐前面，你要坐前面吗？没关系，没关系，保罗先上去。坐下去，我先。我们俩一起走吧，小宝，你先让保罗过去。哦。来 ，Paul， go， you go first。哦 ，OK。哎 ，Where's Jacqueline？ Jacqueline， 哦 ，Already， OK。哎，好。好 ，Go， Go。过去，过去，不用再回来了。我们去，我们去。知道吗？我跟你讲，那个小区会。先游。嗨，先锋。好了，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在。来来来，坐坐。好。我鼻音提前得妈妈妈妈手，哦、妈妈手我提前得了，哦、真的，姑姑还没得了，我又不，不好意思得到您前面了。你们那个房子那么大，都在整理。没有，
就是莫名其妙，可能做了太少，突然做一下。哎，顾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哎呀，你手怎么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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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好了。拍一些影片啊、哦，干净就好了。哎呀，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好了，那我们可以先拿菜了，先拿。跟以前一样吗？我觉得小时候很热闹。好，你们不用看这里，你们继续吃吧。哇，来。怎么空中天空怎么照那么多？哎呀，你们明天，嗯哼，明天本来我们是要，哎呦，这喝醉了吗？就是他边走边喝红茶，红茶是不会醉，但是有这么渴吗？像这个我很怕它浪它，对，要让要让。对。哎，你这个是电的吗？不是，油的。啊，油的。哎，这个长得怎么？这个声音怎么那么像电的？对，我这一台其实声音那个噪音不会。对，因为电的几乎没有，没有噪音，几乎没有声音。对，我这次去上海那个 Uber 什么的啊、哦。那些东西他们叫滴滴对不对、全部都是电的，对，全部都改电了。我知道他们的摩现在大陆摩托车全部都是电的。哦，对对，他们因为上次去跟我爸去那个桂林对去街道全部都是电的。对，我姐姐和姐还有什么？他们也都骑着电的摩托车。哎，那个真的挺方便的，然后充个电，也没什么钱的嘛。对，又不会造成什么。对，一块钱充饱。一块钱充。对，人民币一块钱。在哪边充？就在回家。回家充，但你在外面可能不一样啊，我不知道。反正就每天晚上回去一啪，把插头一插，然后丢一块钱。它就充到饱了以后，它自动断电。是像贩卖机要投钱的。哎，对。哦。对，比如说你家里专门有一个你的电源，也啪一插，电源插进去，然后呢，你这个电箱那边有个出口。你好的时候还是要包着，不要拆下来。哦，好。是。就可以逃掉了，不用做事了，不用做事了，继续，还没好，还差一点。哎，姐夫，你们住的那边买吃的好像没那么方便哦。哦，吃的刚才问过了，刚好错了，对。好，台湾这个喝茶的文化，大陆现在好多人都学去了。有没有？流行了。跟你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哦。然后呢？但是呢，大陆呢，他又吸取了一些他们自己的那个东西啊，比如呢，喝茶底下加了一个专门沏茶的一个石盘。哦。
你看您倒茶倒到哪里？那个东西也是有啊，我哦，也有拿出来用哦，啊不急啊，他们是有那个东西，对，一大石磨，我那个是那个木的，用木做的，哦木做的，他们是那个石头，茶盘，茶盘对，对，我去，哟，我现在这不台湾的也喝茶的那个文化吗？啊。楼上对，现在好多国内的人也照样开始来做这个。谢谢你们，麦克麦。点肉了，点肉了，够了够了。出去。嗯。OK。你坐这里。啊，没事，好。再买些好吧。过来，桌子把它移过来。嗯。哎，不是。好了 ，Jackie Paul， are you gonna have a 粽子 lesson？ 粽子。粽子女神出场。对。粽子课啊、哦，台湾肉粽课。哎，慧秋，你别说啊，在国外啊，最什么东西都能变成一堂课，包括你包粽子，可能就好像家长就送来学习粽子。啊，不错，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绑那么紧呐，是画的吗？好帅啊！好帅，好帅！来来来，这里，叶子，叶子。哦，热水烫过。我谢谢啊。哇，谢谢啊。来来来。啊。也不是你的老公。哦哦哦，我这里是我的老公。看中你。你太包了。来来来。OK OK， 我需要我洗手。洗手多呀。对对对。对。好。OK。OK OK。OK OK。OK， 全部。OK， 可是它会不会太低呀、啊？我觉得。那我能用吗？没有。没关系，就一人吃几片。你要做，来。我不会虐待他、啊。嘉哥，你心疼了。等一下，我就来帮他。等一下，劝局啊。好，等一下。我不要，他整区吃那个很坏的，不安全。来 ，message 二五安全。OK。再见，很厉害。儿子来捞，小蛙来捞，捞起来，捞干。看这小女生一说就能来做，小雨训练的不错啊、哦，也是来做的啊。将来当外交官的时候啊，到国外去帮人包粽子。啊哈哈，哎，真的，小雨，你学会这种东西，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啊，国外没有这东西。这不流行吗？不流行，不流行，但是有人做这个东西。小花不可以掉外面喽。嗯，好，掉外面喽。当你没说，不要掉外面喽，这样子，你要拿近一点，这样。你就不会这么那个费力。需要倒吗？嗯。Yes. 啊，你们家小雨怎么那么会帮着做事？啊，这个小孩子也不懂了啊！太大洞了，太大洞了。哦，你说这个漏斗是吗 ？C H A N G and then G I N G. That's one word.多努力，绣花他在。疫情疼，中医，
好吗？好了，用手，用手。用酱油，辣椒。倒酱油，直接倒下去。还有胡椒粉。是什么？这个是怎么倒什么下去？倒什么？这是洗碗巾。我倒什么东西？胡椒粉。胡椒粉，这第一个就是胡椒粉。然后呢？和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我会再一点点酱。那个黑的是什么？啊？黑什么是？黑豆腐、啊。我跟你讲，那个是。那个豆轮呢、啊？我把它炒一炒，卤一卤，这样感觉你比较多东西。对对对对，有蚝油进去吗？没有。哦，没有，酱油就好了。酱油。米就是糯米，对不对？对。嗯、你这个肉是早上切的？过一会儿怎么过呀？哎，过一会儿就要过去了。对。对，好，嘿嘿，谢谢你。贵贵贵，讲呢，真正贵贵呢，我们就不要做呢哦。对呀。不错不错，不错哈，哎，保罗真的很赞耶。很赞，对呀。我们喜欢你的，真的是哎。还有，我们来看你们了。对啊。他也很喜欢跟你们一起啊。保罗交换了，我要带他们。好，好。小花，你等一下来剪叶子哦。保罗也很喜欢叶呀。你跟保罗换洗叶子，他洗太久了。哎，那边是。哎，阿姨，你要跟他进来吗？是呀，啊，我婆婆拢加一点那个草的，保证啦，什么花大衣，咖啡机呀那种。哦，我就是交了。哎呀，我也是一样。他这个过节气氛也一样。春节什么的，我觉得是都忘记了，然后。那上海，加拿大的不会啊，那上海如果过年哦，就想到的多，就觉得啊，上海的。没错，还有上海、北京，哎，我看看，我们。用意思说叶子有两个面，对，这边是滑的，这边是滑的，夏格林，这边是滑的，夏格林，小雨翻译，小雨，好，小雨，来再展示。叶子有两面，有一边是黄的，然后一边是它的粗糙，然后你看到粗糙的这一面，它的梗会比较软。rough side。我们绑的时候，一般呢，我们绑粽子的时候，粗糙的部分要在外面。绑的时候粗糙，就是滑的地方是包食物的。The smooth side, Bye, Coco. 明天见啊！阿姨小心喽！明天见，明天见。好。那个鞋子没关系嘛？哈。啊来，那个无用，无啦，就简单啦。啊，但我鞋我袂穿啊，就这个。我只惊你无用，你来家出水，你来家吃，你来家吃，你快下雨了，快下雨，结过婚嘞。对呀、啊，你我记得你包过，对、啊，让我去 ，I remember。他们都是蹲着包哎、欸，阿川一次都是蹲着包。没有，阿川一忙，他只是包一下，他马上又去做另外一份工作，啊。没有，我来做。但是阿川从来不喊。让大家都知道。以前妈的时代，妈就会骂他。哦，这么快！哎呦，哎，这个蛋黄是专门卖的，专门有卖蛋黄啊。压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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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
我来改方哦。OK。好。我以为是老大哈。应该放在椅子上。我手要。哎，这件是不是属于那个？这件是什么？叫啥？我妈买的，因为我有一个裤子，他之前跟他没有了，没有啊，因为我侄女是半裤子，半裤子，哇，可惜我，是最小的啊，被姐姐的，突破突破，你最小的，穿了这么正式，所以没有包板，可以用吗？可以用包板科，完全好。Hello， 更好玩，对不对？我这个还能录影，你这还能录影吗？哦，好了好了好了，嗯，不错不错。不行，好玩。还怎么呀？没事没事，啊，没。啊，带师傅去啊！啊，那师傅要跟着去加拿大啊！没有师傅啊！对啊，其实你只要把药草香那个肉都生的，就复活了。包你后面香做的味道就不一样。只要有红葱头，就跟你们一样。甜辣酱，酱油没有不够，有甜辣酱吗？我们肉要香，香油肉不够。没有，你根本米没有泡，里面泡了，添漏了水。哎，你们，最大颗是你的吗？啊，第一次在帮我做，所以我不知道。最丑是你的吗？如果没味道，没有啊，都是辣酱，没有啦。太棒，就是太棒了。我也是，我是说，都是在我的。哥，我机器为你挑了一个。你要什么时候转？逼了吗？逼了。逼吗？我把它转小我了。哦，好好好。对，到里面时钟。好。啊，我先给你看。里面时钟到四，里面时钟。棒棒，关掉。对，闷着就好了。你要加一点这个。不错，我没有吃过，他的肉都加很少，他的肉都加很少啊。刚买新修理站哦，你现在引导还是弄好路的？没有啊，所以修理时间太卡了。伊讲伊，我去我搁买两条，你知？两条肉。我怕这个海底捞没有加。是。没有，你看阿妈是六十，那你差五轮还是七？差了一个轮胎。哦，还有空间。现在有小车呢。硬挤进去了。太长了。挤进去了。哦。阿凤，我这边上面黑。够了，可以了，那去。哎。其实这家你都已经超过了。拍照存证。谢谢。他一回国，你要帮我记录他的体重，那你要诚实哦，你是要诚实。我要尽上原意啊，原意是什么？你回去要登记一下他的体重啊。要办法的。最小是什么？最小的肉哦。还有呢？哇，也是。那其实你可以增加胡椒。这小子就这么大，你如果觉得味道不重，可以用胡椒。最严重的是反正就不能吃饭，对不对？面粉不能吃，对不对？哦，高番茄啊，其实它可以增加，外菜对，高番茄啊，面粉那个碳水化合物不要晚上吃，我要早上吃。你必须吃这么大，中午吃，然后晚上吃纤维，想知道怎么样我都用嘴巴。每天这样吃，生命都没意思。哈哈哈哈哈！那我们不要吃。变成我要这样了。太贵重，太贵重。哦。哎，姐姐，你还有会拿出香的？对呀，对呀。哇！哎哎哎！哇！那是醋哎！哇！谢谢谢谢！哎呦，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哪里来？哪里？哎，我们公司啊！谢谢送太多东西了！哎呀，太多了！要给我们送太多东西了！不是不是，这是鸡蛋。
台湾。在山上啊，南庄。哦，南庄。哦，是百香果哎。哇。对对对对。哦，是百香。那那个你的桂花百香鸡是什么？我不知道什么哎。鸡鸡鸡，看看。啊，玫瑰。没有没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跟水棍。哦，这个我喜欢。一比六，一比六。啊，那个我也喜欢，那个我喜欢。OK。你们都可以一起，可以一起，晶体的，晶体的。过去吧。等一下再红吗？李东训。这个是叫什么川河，我现在到了，走去这里。这就是以前外劳常常来的地方，我来看看还有什么好卖的。差点给记错，是这里这条街，大旅社。这条街一塌糊涂，现在，啊，这个店面还在，还存在着。啊，这个饭店终于盖完了，悦乐旅馆老店 ，OK。聚光街旁边，四分钟，这还好。嗯，买很多器材在这里。像以前差不多，这条雷川西这个治了一下。我终于走到，又走回来。火车站。再去坐 BRT 火车，不是 BRT 汽车。
你们走，我们就办这个啊。If you want, if you want going to Taipei, yeah, more bicycle, more motorcycle. Yeah. Until 12. Yeah. That's Asia. Shanghai the same. If you go to Thailand, I think that's because the country is too hot. Daytime. So people make activities during night time. Okay. 哇，这个关，这么一个小车子转的盖得多复杂啊！感觉像个很沉重的东西压在这几个柱子上，这种感觉。厉害吧？啊，感觉好像还是。几个柱子感觉很危险的感觉，太大了，这个上面。哇，这个车上蛮雄伟的盖的。好，十点钟我们回到富王。